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。先来看看我的肉肉充值今日份好心情。有宝宝想看这幅画，给你们仔仔细细的录一下，期待早日完成吧。螺蛳粉，吃辣的一定要配点甜的。以前吃面条不会吸溜，今天我也是尽力了。还有宝宝想看抹茶大福，也一起安排了。